会选择不同的路，看不同的风景。在电影的世界里，你会发现电影会带给你无限的可能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，一个青年电影人。我是关晓彤，一位青年电影人。今后知后觉还来得及，还来得及，没关系，路很长，该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都还来得及。 Yeah, let's go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 A 计划，成就电影梦想，圆梦人生舞台，这里给你无懈可击。电影在我的世界里真实而又有趣，每一次表演都是新的挑战，电影就是我的梦想。来吧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，你快说我到底美不美。根本都不知我走进了陷阱的陷阱，但我想今后知后觉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 A 计划，成就电影梦想，圆梦人生舞台，这里给你无懈可击。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，一位青年电影人。